非常开心今天能拿到这场比赛冠军，然后也是也非常开心，就是能看到有这么多观众来支持跳水吧，然后来支持我们，然后他们也是给了我非常大的鼓舞，然后让我在今天比赛中去调动出自己的状态。我觉得今天跳的不是特别好吧，然后自己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，也是没有积极的去调动自己吧，但是有那些观众来看我们，鼓励我们，然后我们还是很开心的，谢谢。